全身都要用体温的，我们每天都要量体温啊，每天都要回报。就依然就对了吧？他那个还是要潜伏期啊，所以要花几个月、几个礼拜。你看路上人家有些没戴口罩的，那如果没有潜伏期怎么办？我完全没有戴。那他这些没戴怎么办？那老板都没戴，那疫情那么严重，怎么罩？本大队巡逻员警在4月8号晚上9点45分在桃园区大同路段以警用行动电脑 NPOLICE 盘查，发现一名谢姓男子是新竹县政府列管的居家检疫对象。经了解，谢姓男子是在8号晚上擅离住所来桃园与女友相约吃牛排，而同住在一起的女友经查疑似居家检疫的对象，已于8号下午先行离开住居所前来桃园，因其女友电话关机尚未联系上谢姓男子，就被警方查获。本案原警除立即依程序制作相关查访记录外，并依规定通报新竹县政府卫生局还有警察局。那随后以桃园市防疫计程车载送谢姓男子，并由本大队巡逻车借护至新竹县，交由新湖分局新工派出所派员来接续处理。那其谢姓男子的女友部分也一并通报新竹县政府来处理。另外本案将函请新竹县政府卫生局来依法裁罚。